哎，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アルンです。大家好，我是阿伦。我现在人来到这里呢是日本桥，然后日本桥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连锁店，算是连锁吧，因为它有开到台湾，然后相信大家一定也不陌生哦。它叫做金子半之助，相信大家对那间店应该也还蛮怀念，知道人应该都是很熟悉啦。然后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间店的现况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进去吃给大家看看喽。好，走喽。OK， 有没有很怀念这间店啦、啊？我们看这边有职人在这边现炸天妇罗。OK。哦，然后目前呢，现在这边还是有人在排队的。好，那我们再来排一下吧。然后 menu 呢就在这边，现在可以使用 PayPay。然后天动的话呢是980，然后如果你要追加东西的话呢是这个价格哦。然后我自己个人推荐是这个，但呢是还蛮不错，蛮特别的体验，大家有兴趣可以点一下哦。那如果要喝汤或者是你饭要加大的话呢，也是要另外收费的哦。不つもり3つですね。然后我现在来到这边呢是大概下午3点左右，但是居然还有排，前面还有再排个6-7个人左右吧。好，那我们就排队，然后等一下就进去喽。等下先量体温，确定没有发烧，然后手上消毒了之后呢才能够进去哦。OK， 我们现在进到店里面，我们等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来到店内来吃天丼吧。首先这个呢是热的黑豆茶，就算夏天它这边也是附一个热的茶。这边有一个隔板，就是我们可以跟对面的朋友做一个区隔。对，这也是现在疫情他们下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啦。然后旁边这边呢有两个东西，这个里面呢是姜，然后另外的这个里面呢，这应该像是萝卜、塔克昂之类的东西。然后因为吃天丼会比较油腻，所以还有附点小菜给我们这样配。然后等一下等天丼来的时候再给大家看看喽。天丼来了，就在这里，锵锵！哇哦，它这边有一只超大的白那个血子鱼，然后两只炸虾，然后像这什么，这个是蛋。然后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花枝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另外还有炸海苔在上面哦。哦，好，各位破蛋秀，它的蛋是半熟的。哇，听起来。好，那我们就来开吃喽！一条的 Kimono， 我顺便来吃一下它的这个虾子，炸虾。嗯，好吃。因为它做成天丼了，超大的，你真的会有点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嗯，记得要配它一些这种牛蒡跟姜在里面。嗯，接下来这个，这应该是红菜配吧？嗯，现在看出来了。炸贝柱，大家有看到吗？超大的血子鱼，嗯，这个小菜好吃哦。等一下，然后我又另外点了一个蛋。然后附一个这样这种橘子皮的东西。确实是很爽口的。江江，炒完食，我觉得这间店果然跟疫情之前呢，其实基本上呢不会差太多，都是很好吃。对，它那个天妇罗蛮特别，就是它有一股那种麻油的香气。不过当然，吃这个东西，我觉得久久吃一次，可能因为还是，因为它毕竟都是油炸的，我觉得吃久了还是会有点油腻感。但是我觉得。以吃一份酱的话，我觉得算是刚刚好的，嗯，而且它配上它那种旁边有附的那种萝卜啊，还有生姜、牛蒡的那个小菜呢，我觉得这样配起来吃的还蛮爽口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呢来到这个位于日本桥的金子半之助的天丼一个简单的食记，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像其实我在疫情开始之前，其实我偶尔呢也都会来这一间，而且他现在在台湾有开分店嘛。然后其实说实在的，久久没有来，我突然间一看到这，
发现它其实还算是蛮便宜它的价位了，因为一个天洞呢，如果你什么都不换也不加的话呢，它的售价呢是日币980，而且它里面又有那么大条的蟹子，两条虾，然后又有一颗蛋，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后呢有机会能够再次来到日本的话呢，我觉得这间店呢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来，它味道呢也都完全没有变哦。然后如果你是现在人在日本的人的话，你偶尔也可以比如说挑一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过来这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哦。好，然后我之后呢也会在这边陆陆续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会拍一些这日本的一些有名的一些店家，然后给大家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的店家呢，都欢迎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哟，我会参考大家留言，说不定下次去拍就是你提的地方咯。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也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叫我在上新的影片才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呢全部都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看到哦，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加入我的频道会员，用最实质的方式来支持我。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下班感到力不从心，心中有股冲动想出发去旅行，准备好行李好心情，就是那么容易。焼肉ラーメンすき焼き，日本へ来たら何でも美味しい，吃好东西看美丽风景。
就跟着阿伦一起旅行，跟着我。